日咧，我哋讲过大闹天宫举行记者招待会，今次投资过4亿嘅电影咧，有好多人咧就参与演出噶，包括咧有周润发、甄子丹、郭富城、陈慧琳、梁咏琪、舒淇等等嘅。咁其实呢套电影咧能够揾到陈慧琳复出拍咧，大家咧都有啲惊喜噶。咁其实陈慧琳咧基本上咧就挂住臭仔，唔系好想咧拍呢套电影嘅。不过由于呢套电影咧的确咧卡士咁大啦，而且咧票房咧应该会好好，陈慧琳先走去拍嘅啫。但系大家都会见到，其实陈慧琳虽然咧就话接拍呢套电影，出席记者会嘅时候，依然咧个样都系非常之愁噶噃。咁究竟点解咧？俾一齐娱乐试一晒。耗资4亿嘅大闹天宫，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呢一套电影嘅。咁由于呢套电影咧，卡士咧真系实在太犀利啦，佢够胆咧揾晒周润发啊、甄子丹啊、郭富城等等去拍啦，净系俾呢一个嘅演员费咧已经过亿噶啦。咁而且女主角方面仲可以揾到咧已经好耐冇拍电影嘅陈慧琳咧去复出嘅。其实陈慧琳咧喺2年前生咗虾饺仔之后咧，已经咧冇再拍呢个电影噶啦。咁究竟点解？大家谂都谂到啦。咁其实陈慧琳咧真系好锡佢个仔噶。少少時間離開個仔都唔得噶，所以所有嘅巡迴演唱會全部都推曬，因為佢覺得排舞真係實在太嘥時間啦。佢而家接所有嘅 job 都係1-2日嘅啫，千祈唔可以離開香港太耐，因為佢唔見個仔真係會喊咗出嚟噶。咁我冇講少噶，如果大家都記得嘅話，其實陳慧琳之前生完蝦餃仔之後，一出席活動唔見個仔都會突然之間失控喊咗出嚟噶噃。咁有啲知情人士都話咧，其實陳慧琳咧啱啱生完個仔之後咧，係有少少情緒不穩嘅，咁所以咧見唔到個仔咧，先至會喊嘅啫。咁其實佢老公咧都好了解啊，陳慧琳佢根本咧就係好錫個仔，基本上咧就唔可以離開個仔咁耐嘅。咁而且咧佢都好希望咧同阿 Kelly 咧可以快啲咧生翻個女噶。咁其實佢成日都同阿 Kelly 講，叫佢咧就唔好復出啦，不如咧就乖乖地喺屋企湊仔同埋生多個女啦。咁其實陳慧琳咧本身咧都好聽話嘅，不過其實陳慧琳咧就覺得咧其實自己咧仲有呢個市場嘅價值啦，咁最緊要嘅咧就係喺佢咧就結婚生仔之前咧，佢拍嗰套《江山美人》咧收視咧就麻麻地，應該票房咧得個700多万。其實佢自己咧好希望咧可以喺電影界上邊咧係有一個嘅代表作嘅。咁今次咧大鬧天宮嘅製作班底揾咗佢之後咧，佢自己咧都一口應承嘅，因為佢就會覺得呢套電影咧一定可以打開咧呢個國內市場之餘咧，而且佢嘅角色咧係做呢個王母娘娘嘅，咁只需要咧2日戲嘅啫。2日喺北京拍完咧，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一聽到呢個工作只是做2日，咁陳慧琳都很開心咁樣接嘅。咁其實陳慧琳在生完蝦餃仔之後，而家接所有的工作都是1-2日嘅啫，大部分都是呢一個廣告嚟噶。咁其實在2年嚟咧，佢都接拍了4個香港嘅廣告，1個國內嘅廣告，加加埋埋已經穩袋3000万噶啦，已經夠曬啦呢個奶粉錢嘅。咁其實呢一排佢都同老公有啲嗌叫嘅，因為佢老公就話，既然你都真係唔係揾錢使，咁做乜嘢又拍呢個電影咧，不如乖乖地喺屋企湊仔同埋生呢個女就好啦，好過搞到你自己啦離開咗個仔之後，自己又唔開心啦。所以很多人都说，所以陈慧琳这一排见到她都是闷闷不乐的，虽然就有这个电影要拍，但是自己的心经常都挂住家里，所以搞到在这个记者招待会里面她都是愁爆的，个样子没什么笑出来的，可能一班记者敏感得滞，又或者这排没什么写才会写下陈慧琳的。大家都知道陈慧琳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女人来的，我们都知道她很挂住她的仔的，她应该离开个仔几天又不会那么伤心的。说那么久，是时候白全公投。今日八转公坛题目想问下你，如果你是陈慧琳的话，你会不会放弃事业专心凑仔呢？我会将你意见去到八转娱乐的网站，click入讨论区将你的意见发表的。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